吗？真的吗，莎姐姐？当然了，你们先交点保护费。啊，我只有5毛。我有1块。哎呀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谢莎姐姐。哎呀，这玩意真上头。老板，拿把小螃蟹。哟，孩子王来了，自己拿吧。一人一个，准备开吃。哎，老板，拿把小螃蟹，还是一人一个，开吃。好，走吧。就这样。哎呀，小螃蟹能吃多少？差不多得了，走。这臭娘们真小气。小妹不开门了。